主料土豆300克，辅料干红辣椒一个，花椒、味极鲜、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新鲜土豆去皮洗净，切成细丝，锅里的水烧开后放水土豆丝，迅速翻炒几秒后立即捞出，不然会软了不好吃了。另起锅加热，倒入适量油烧热，放入辣椒丝、花椒、味极鲜，将烧热的油放入盆里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翻炒的过程要快，这样做出的土豆丝才会香酥可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